って一週間这个有啲都唔公平嘅，即系今次嘅裁决你都觉得唔公平，有啲都唔公平，喂，今晚都咁轻嘅，一条命嚟嘅喎，我全身冇心脏，冇心脏病噶。我当时唔拉佢落嚟，点会发生后面嘅事情啊？我就系想问佢，点解会拉我先生落嚟落车啊？我先生本身走嘅，上车走嘅。小华，我要找这个两个小朋友顶着完结走，我怎么去顶？